小朋友们，大家早上好！你们都起床了吗？你们都吃饱了吗？我是佳慧老师，很高兴能够再一次的看到你们大家。好，你们都准备好来敬拜上帝了吗？来敬拜我们的天父爸爸了吗？他很喜欢看到你们向他来唱歌哦，他很喜欢看到你们跟他一起来跳舞，他很喜欢看到你笑脸嘻嘻的来向我们天父爸爸来唱歌。所以你们都准备好了吗？如果你准备好了，你就站起来跟老师一起站起来。嗯，很棒。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向我们的天父爸爸来唱歌。我们唱的第一首歌就是我在这里赞美，我在那里赞美，跟老师一起做动作哦， OK？身体，我在这里赞美，我在那里赞美，我在任何地方都要赞美。我在这里赞美，我在那里赞美，我在任何地方都要赞美。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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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OK， 然后就是挥动你的手，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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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是不是很简单？好，小朋友就跟老师一起做动作哦，我们再唱读一次。现在我们就唱第二首诗歌。第二首诗歌老师就要你们走动一下， OK， 你就跟着老师走。我们现在就先往我们的右边走，我们就走，小朋友跟着老师一起走哦。好，那我们现在就往左边走，走走走，好像超步这样子，走走走。好，然后呢我们就往前面走， OK， 走走走走走。好，现在我们就往我们的后面走，走走走走走。对了，小朋友，这首诗歌就叫做 It's a great thing to know the Lord， OK， 我们要走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要走在神的光明当中， OK， 我们就一起来唱这首诗歌，然后我们等一下就一起走。Walk, walk, walk, walk in
们要很肯定大大步的一起走 ，OK？ 我们再唱着一次。所以等一下我们唱的时候，你们要大大声说 Yes， 耶稣爱我 ，Yes， Jesus loves me， OK， 大大声的喊 Yes。
小朋友，你好，我是 Perdy 老师。上个礼拜慧萍老师有告诉你们我们的食物是从哪里来的，对吗？那这个礼拜想不想知道植物是从哪里来的呢？那我告诉你们吧。这是什么？什么？苹果。对了，这是苹果。香香的苹果。喜欢吃苹果吗？好香哦。那你有想过苹果是在哪里来的呢？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的，苹果是从苹果树而来。那苹果树是又从哪里来的呢？你想知道吗？那我们来切开苹果，看看里面的奥妙。吃苹果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这样东西呢？这是苹果的种子，苹果树就是从这颗种子而来的，小小的一个种子。今天老师想跟你们讲一个苹果树的故事，好不好啊？这是一个关于苹果种子的故事。有一天，有一只小鸟飞过一棵苹果树，他看到那红红又香又甜的苹果，忍不住吃了一颗。小鸟吃完苹果后拍拍翅膀就飞走了，留下了那颗苹果种子。有一阵风吹过，那泥土像那又轻又软的被子盖住了苹果种子。苹果种子被埋在这暗暗的泥土里，但是在春天的时候，苹果种子发芽了，伸出那两只嫩嫩的小手，它在想说要更多的拥抱。太阳公公看到了苹果种子，就说：“来吧，让我来抱抱你吧。”而不久后，苹果种子就变成了一棵小嫩树。雨水说：“我也来抱抱你吧，抱一抱，再抱一抱。”这小小的树就长高了。一天，那小树芽正在晒太阳，听见小鸟在叫它：“喂，苹果树！”它奇怪地问：“你是在叫我吗？”小鸟说：“是的，这小树芽越长越高，已经长成了一棵苹果树，挂着那满满又香又甜的苹果了。”好啦，听完了苹果树的故事，那今天我们要做什么手工呢？想不想做一份礼物送给爸爸呢？爸爸的爱就像太阳一样温暖着我们，对吗？那我们就准备一份礼物给我们的爸爸好吗？因为这个礼拜也是父亲节哦。那我们来一起做手工吧。首先，我们要准备一些洗干净了的绿豆，然后还有一个塑胶瓶或者玻璃瓶也是可以的。然后我们准备一些卫生纸或者是棉花，还有记得准备水。首先我们将卫生纸或者是棉花塞进玻璃瓶或者是塑胶瓶里面，然后把洗干净了的绿豆放进塑胶瓶或者是玻璃瓶里面，尽可以就把绿豆放在瓶子的旁边，因为这样你就可以更容易看到绿豆是如何生长的。
好了，那完成以后，那我们就给绿豆浇上一些的水吧。绿豆是需要适当的水，还有适当的阳光，才可以生长得很好。太多的水和太多的阳光都不可以的哦。那现在我们来做一张小卡片，我们需要到一个小纸卡，对折，然后可以剪出一个心形，或者你也可以剪出你喜欢的形状，比如正方形、四角形，或者是圆形。那老师呢，就先把这张纸对折了以后，我们剪一个心形。然后我们可以写上爸爸我爱你，或者是父亲节快乐。在这一天父亲节，那我们就好好的表达我们对父亲的爱吧。最后我们就将美美的绑带，把这个小卡片绑在这瓶子上。好咯，就这样完成啦。这是第一天、第三天、第六天。小朋友，记得每一天都要替我们的植物浇水哦，那植物就可以快高长大。现在给你们看看我们的绿豆是如何慢慢慢慢的长大呢。哇，小朋友好棒哦，都完成了手工，对吗？那我们来读今天的金句。 He made grass grow for the cattle and plants for man to cultivate, bringing forth food from the earth. 我们读多一次好吗？ He made grass grow for the cattle and plants for man to cultivate, bringing forth food from the earth. 那我们读华语的好不好？一二三，它使草生长给六畜吃，使菜树发长供给人用，使人从地里能得食物。再一片，它使草生长给六畜吃，使菜树发长供给人用，使人从地里能得食物。今天小朋友们都好棒哦，那我们来做一个最后的祷告，感谢上帝赐给我们那么多的食物，也感谢上帝给我们温暖的太阳，给我们滋润的雨水，还有清洁的空气。那我们双手合在一起，闭上眼睛。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今天知道了种子在您的照顾之下有温暖的太阳，有清洁的水，有清新的空气，可以慢慢的长大。感谢天父给我们那么多的食物，我们这样简单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那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了，下个礼拜再见咯，拜拜。